又到 Gogi Kids Be a Healthy 节目了。今天我们来做脆皮虾热狗，先用竹签把已经去皮的鲜虾切好，把 Gogi 粉放在容器里，然后加进冻水一起搞均匀，将鲜虾放到里面沾均匀，再放到 Gogi 面包碎里沾均匀，再放到已经温热的油里炸，炸到熟金黄色，拿起来把竹签拉出来放一边，把沙拉菜放在面包里，再放进炸好的虾，放上沙拉酱，再放香菜，这样就好了。